老板，换一首应景演音乐。凭什么？这是我的地盘。嗯？小姐姐，这首满意吗？这一次你赢了，我就跟你走。如果你赢了，我就放你走。你们杆子拿错了。其实恋爱就像打排球一样，我很享受排球追求目标球的过程。可惜排球追到目标球之后，就会把对方踢入深渊。嗯，转而去追下一个目标，就像爱情。我是那颗永远不会为你停留的排球。嗯。五号球怎么进的？杆法。根据化学中的勾股定理，这个球要进中袋。勾股定理不是语文的领域吗？所以说科学也会骗人。我建议你还是向左偏50公分左右。嗯，这样应该可以进了。最后一个黑八球，进了就结束了。你想好了吗？嗯，其实我一点也不意外，哪怕重来一次，那颗球还是会进。得不到是因为不属于你，放不下，只因为你不甘心。